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若不忘昔修福慧，于此真法不能闻。一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大家好 ，Long time no see。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、快乐，也把我们所做的功德供养各位，这是我们做功德最主要的目的。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，真的，这次我们要从纽约坐飞机来洛杉矶，那当然时间不好。居士就是买了一些披萨，结果又叫我们没地方吃，后来就去找有位置的地方，结果位置都满了，就剩下有一个算六个位置，但是有坐一个太太，可能前面他先生去买东西吧。我想说，哇，这怎么坐？是那一位太太眼睛看我们一眼，意思说你们可以坐这边啊，那我们就坐吧。因为她是女众，但是看她眼睛很温柔，那就坐。我也当然不敢坐旁边，我坐在最角落。然后后来剩下一个位置，我占心师、占和师还有一个位置，因为他旁边没人敢坐。后来我们占阳法师来看，他就坐下去了。我看到那个女生，我就觉得说，我认识她，她认识我。只是我又看到她带着汉人的恋主意。因为他是美国人嘛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佛的心是用这样来看世间的，而不是说你是外国人，我是比丘。所以那时候赞扬坐他身边，我也觉得说，一般我们比丘不坐他身边的，特别他们受戒，但是他也心甘情愿坐下去。所以等我们全部都吃完了，我当然送他礼物回向给他。又到候机室，候机室因为要排队，他没有位置，又没有位置，绕来绕去刚好三个位置，但是最旁边坐一个穿着低胸的女人，怎么办？我只好坐这边，那也不能不坐啊。然后占信来坐这边，这边又空一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占和是绕绕绕，他又去坐那个位置。那我想，他为什么要坐？等我们要上飞机的时候，我们先走，占和是师傅你们先走，因为你们前面了，他还坐在那边陪那个女生。那我讲到这样，请问那个女生是他的谁啊？过去的太太。因为那个女生看我们来，她也是笑得很灿烂。所以这个叫因缘。只是你了解这个因缘，我这样说，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事物，我们都要习那个缘。当然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比较好的思想，反正任何人我都想要帮助他。他是回教徒，不懂我都没关系，因为嗡阿吽嗡阿吽，把我的功德布施给他，供养他，替他施食，替他布施，因为就像你妈妈坐你旁边一样，那你的父亲坐你旁边一样，所以我这次从
从欧洲坐到飞机坐到这边来，是旁边一对夫妻，我一看就知道我爸爸妈妈，啊，就是有直觉，就是说你会关心，他们也关心我，啊，另外这边坐一对年轻的男女，他们也一直看我，当然会看了，只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，啊，怎么会想看他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昨天那个空中小姐也一直拿给我吃啊，一看也知道这个也是有缘的，啊。但是这是因为你学佛了，那这些缘就会来。因为这些缘，如果你好好跟他结一个缘，就像昨天那位太太跟小孩，如果我这现在没有用佛法一直回向布施，我再问你，下辈子我还要不要跟他再结婚？还要不要再生四个小孩？啊，这个爸爸可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就是说，任何一个缘，你要赶快用佛法跟他结缘。你就可以断了一个世俗的缘，本来他要杀你的，本来他要嫁你的，本来他要做你儿子让你养到吐血的，啊！但是你现在就要一直回向给他，感恩他，啊！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，一个无恶的悲心，然后对待。包括前面在他们在弄面包呢，我也一直回向，啊！反正眼睛被你看到的，你都要保持一个不执着的空性，一个全然接受的悲心，祈愿他将来能够成佛，啊，而且身上随时要记得带着纪念品，啊，所以我昨天出来，我还有一个直觉说，哎呦，我要带一本英文的慈悲的眼睛，弄来弄去怕行李太重，算了，直觉叫我要带，那是因为分别心怕重，又把它塞掉去。不然我那一本还可以送给我过去的太太。我意思是说佛法，因为我英文不强，所以我只能吹口气在念桌上送给他，啊，但是如果他可以看看，看他又是大乘佛教，很难得的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各位你要用直觉，但是直觉是一种清净心的显现，可以。如果你现在乱了，你所决定的东西会出问题，所以任何人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念念观音菩萨，念念心经，念念仪轨，平静了，他会给你一个，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就像我每次他们要找素食，找素食，哪里就开始，他们一般人现在已经相信那个啊，上面有，我都是那时候就一直念观音菩萨，然后告诉你左边，我都自己已经定好答案了，然后看他的 Google 引导的对不对。哎，就按照你的想法，后来我就跟哎右边，为什么试试看嘛？不行再左边嘛。因为我只是直觉，我并没有神通，但是我发觉哎，只要我心清净，然后呢去找的那个人一定有缘，可能左边也有，右边也有，但是右边这个缘比左边的缘重要。就像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屏东，要去一个寺庙吧，那没有吃饭，就跑到另外一个乡下。那我说，哎，我那边我们去吃素，哇！结果那个老板娘看到我哭啊，真想抱我一下。哦，他就很讶异，然后准备最好吃的满桌给我吃了啊，我也知道不收钱了，但是他就是希望你还要再来。但是我的想，我不可能不会来了啊，因为缘分可能就这一次而已。但是我要把握那个因缘，把自己能够修行出家，报他世俗的缘，他可能是我太太，可能是我妈妈，一定是这里面最那个的角色，啊，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，不管你是修什么样法门，那这些法门目的就是要调柔你的心清净，那这些法门是要让你产生对众生那种不舍的悲心，我很想帮助你，为了你。为了你，我要修菩提心，我一定要成佛，啊，要把自己放在心里。当然，在行为上，我们绝对的身心因果在实践。但是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安排这个事情，让你能够忍辱，让你能够起慈悲，让你能够断我执、法执。佛菩萨，因为各位要相信，来念一下，把自己奉献给佛菩萨，把圆满的心
所有的生命供养佛菩萨，佛菩萨会安排你，好不好啊？结不结婚，佛菩萨会安排，三宝会安排，生老病死，三宝会安排。只要我们不断的相信佛菩萨，相信阿弥陀佛，我们广积各种善业功德，我们不断的回光返照，我自己哪里有问题？心态、语言、行为，所以一直要反省啊！但是各位最好的方法，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一个老公愿意听老婆的，保证他发财，是吗？台湾人说"听阿婆嘴大富贵"，听老婆的富贵，对不对？所以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接受对方的意见？这个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是，就是这种老师跟学生的意见，或是离开众生，你没办法成佛啊。因为众生也是你的老师，这一点是我结婚以后所得到的一个很好的答案啊！哦，原来我的儿子是我生命的老师，我的太太是我感情的老师，我父母是我一种报恩的老师啊！我从这里面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做好。虽然我出家了，有一次我太太说："你有没有想我？"有，对天发誓。因为有一次中秋节，他故意跑来找我，啊，中秋佳节倍思亲，对不对？带着我的儿子从老远的地方来找我，第一句话就问我："你有没有想我？"这是女人标准的话。有，早中晚回向给你，啊，因为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其他的女人，啊，没有爸爸妈妈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全天下的父母，特别我儿子。哇，他是我心中的宝贝，没有他我就不知道妈妈的伟大，父亲的辛苦，那种父子之爱这么深。为什么没有儿子我不知道佛陀怎么爱儿子的，对不对？佛陀怎么爱我们的，他的对我们那种，你只要一点点不对他上心了啊！所以佛陀就希望我们随时想着他，就像大师子圆通章，如母一子，对不对？儿子如果想妈妈，妈妈本来就在想儿子，母子相遇。所以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佛教知识没问题，佛教各场的法会演讲因为上网太多了啊，但是这个佛法如何用在你当下的心态，一个柔软调柔的心，一个完全打开接受众生的心，完全相信奉献给佛菩萨的心啊，然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包括直觉对跟错，好像你就会有一点了解，因为你就像光一样，你自然就看到啊。就像那个时候叫几孤独长者，他为了儿子的婚事，后来听到佛陀这两个字，他就不想办婚事的，心里一直没办法睡。佛陀，佛陀，为什么他们讲佛陀这两个字，他心里震撼。结果晚上睡不着觉，他就出来。他一出来，他心里奇怪，叫一道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意念了佛陀，佛陀也知道，佛陀就故意在有一个地点等他。他心中有一道光，就让他去接近佛陀。因为这样看到佛陀生了法喜，佛陀跟他说法证的出果，所以他就决定回到家乡。这就是奇缘精舍的来临，他所有的钱去买土地，对不对？盖房子供养佛陀，因为他用心，他并这个里面没有分别，也不是他是佛教徒，只是他听到佛陀这两个字，当然是代表宿世的缘成熟了。我想就像各位你结婚了，你看到哦，对，就是这个男人，那对了，但是那个是痛苦的开始啊。那现在我们讲的是佛法。你必须把佛法很强烈，不然你就会去看到，像我现在看到我过去的太太，我都想我审美观点不错，我想这些女人都长得有一点标志，而且重点都在眼神，不是，就是有一种妈妈的眼神。我所看到的过去我都觉得，因为她眼睛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爱，柔软，不是妖艳啊，不是欲望啊，这是我以前的审美标准。